有一件事要想要先跟大家讲一下，所长要宣布了，各位定神听一下。开箱啦 ！Unbox 下。今天啊，就是我们直播的固定直播的最后一集，因为呢，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说可以专注发展在那个就是我们一般的影片上，所以就变成说未来我们的直播其实不会是一个固定的形式，不是说就不直播了，只是可能就不会这么固定。对，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一次之类的。对啊，然后希望大家就多多来看我们的影片啊。但是跟大家说声抱歉，没有办法，对啊，继续再播下去的。每周都要做模型，然后我们现在那个公司已经快要被模型给对破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赶快进入到，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有史以来最正式的一个企划。有吗？我之前也很正式啊，你这样是什么意思？我之前都很认真啊。我们今天要做的钢弹是之前已经在直播做过一次这个《三国创杰传》的系列，那时候是我跟所长我们两个都做这一支。关羽，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就是他其他的兄弟，我们要 assemble 了，就是一个人会做一支。我刚准备刘备的Unicorn 钢弹，那我今天做的就是他的小弟老三张飞。张飞钢弹，尬的钢弹。我不知道神钢弹是什么。神钢弹是那个钢弹武斗传系列的主角机、嗯，之前是也有三国系列的。对，對對對啊、他之前有出过三國。那为什么还要再出一个新的、啊？就是技术不一样啊、然后想要再海削，也是说钱不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是万代的。但是呢，今天没有这么简单哦。今天呢，是我们两个要合作。合作。祖竹呢和水豚君呢，我们两个要合力的做完刘备跟张飞。但是我们的时间计时是40分钟内完成，还要接力就是答对今天精心准备的国文加历史题目，总共10题。你喜欢国文科或历史科吗？我以前比较喜欢国文科，对啊。其实我超讨厌讨厌国文。我好像每科都讨厌，发生什么事？我好厌世哦。那历史呢？我不喜欢，因为我其实，在以前我还不懂为什么要读历史，我现在懂了，因为现在就是历史会重复发生，然后你就只是要预防，就是看一下以前发生过什么事。对对对，反正40分钟内我们要接力完成这个钢弹，而且我们要答对10题，谁要先答题？好，我先，我要开始喽！3、2、1，开始。我们失败了哦！我已经做完了耶。那我们要上处罚了。然后这些东西我就放到旁边，然后明天再做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八角是不是？中药材。就是它的分件很细。那我是不太清楚，为什么它的分件已经很做得很好，但是它上面肩胛的地方还是用个贴纸，实在不是很理解这样子的行为是什么。那我不能接受是它的鬓角，那它的鬓角。我觉得你应该也知道今天的处罚是什么的，水晶球。完全不知道啊。但你可能也略知一二，今天的处罚你真的会害怕，因为我有特别去请示过水豚君的太太。哦，你是香菜？对啊，我人生但其实也没有那么讨厌香菜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听到了一个超诚挚的赞。这东西太恶了吧，不行。我们今天下午这个偷偷请工人去买，然后还要请工人负责切碎它。必须说它的味道真的很重，所以我们都很快，我们就偷偷做。现在干嘛？你要喝它吗？我们准备了一罐雪碧。我跟你一起喝这个东西。那你不讨厌香菜啊？你知道加了汽水之后，那个味道会应该更浓。哇塞，你这果汁机都拿上来。对啊，而且你知道我今天问到是你老婆的时候，所长崩溃，他们就非常非常这个兴致勃勃说香菜，不然你知道所长还有什么吗？提拉米苏，因为他小时候吃了提拉米苏，然后就是产生了一些意外，然后从此之后对提拉米苏有阴影，就再也不吃了。不要出卖我。对啊，他说会出卖。他们买回来一包有没有？然后我就拿了其中一两把下来说，好，那就这些吧，我们就是洗一洗，切一切。他说，可是你这样这一包这样很浪费，我们就不会再用了。就是他们一直就是要我拿全部，然后说啊，这全部很多哎，好吧。然后就全部他们就很开心的把这些全部都拿去剁成这个。你要不要闻一下那个味道？啊，我觉得很浓哎，我觉得它减太多了啦，好哟。今天是谁买的？公主生一号。你不用加满吧？哦。你是想要喝
哦，也是。那味道冲上来，跟你讲，我会为了节目效果，我们以后处罚都这个经典。我不要。然后以后就是提拉米苏加汽水。啊什么啊、嗯？然后没有开那个延长线，没有开。哦，好，没有按下去。处罚都很落塞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直接吃一口。你想要喝，就是有一点渣渣的。我觉得就是让它碎一点好了。我觉得这个刷牙恐怕也没办法。留一点明天给杯。那要坏掉吧？不行吧？我吃鸡的杯名，来吧，所长，加油！你要面对它。哦，好大一杯哦！正在冒气泡，好恶哦。干就好了啦。谁干？你拿这什么杯子啊？怎么小？你拿这个，我打这个。Excuse me。以后要加入辣鸡的伙伴，你们就是都要喝这个。那我喝多少，主厨就喝多少。那我就喝这样子。有没有需要准备呕吐桶在旁边、啊、你知道我做大怒神的时候，我就很害怕。嗯。那你知道我怎么告诉自己不要害怕吗？吃一把香菜。不是，如果你是超级英雄的话，你就要 Super Hero Landing， 那就像做大怒神的感觉。如果你连 Super Hero Landing 都怕的话，你就不能当超级英雄。你扯这个干嘛？赶快喝啊！我先憋气。你要？我现在憋气。憋气。还憋气。其实味道变淡了，就已经没有那种一打开就那种。你喝这杯啦，这杯比较顺，比较没有渣渣。这杯就是有渣。我要去拿一个什么桶子来之类的。你要干嘛？我不会吐啦。抓兔子塑胶袋，这样你等一下就是可以不要吐在这里。欸、香菜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捏鼻子没有用、啊。我们要喝完才能走哦。欸、你喝了、哦，出乎我想象中冷静，你离我远一点。你只要一呼吸，那个味道就上来了。哦，欸、很呛哎、欸，我觉得太重了啦。干的，你还有这些？你现在怎样？你现在怎样？你准备好这一杯了吗？我现在用嘴巴呼吸啊，因为我现在你知道用鼻子呼气，我这个味道就整个这样子。哇！哎，这些怎么办？而且它现在开始沉淀了，它开始分离了。这个肚子会烧哎、欸，跟在喝烈酒一样。你有这么夸张吗？你现在是要去厕所了吗？没有啊，算我真的干掉了。我刚打了一个嗝，然后全部都是香菜的味道，现在应该瞳孔放大之类的吧？然后再干一杯啊。你现在是真的干掉了吧？是发生什么事？你居然还想再干一杯？开玩笑。我难得觉得这个所长就是每次就是都会说好啊，来啊，没在怕、啊。然后这次就是我这次害怕，我要把这个上个商标香菜汽水。好了，够了，你不要再讲看话。我们还可以做成香菜别的，你不要以为只有汽水而已。其实我觉得做成汽水算是一个香菜吃到饱比较好的事情。说你要香菜汽水在嘴巴边咀嚼的那种，我觉得那才地狱。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啊？对啊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啊？我们会好好的记下来，然后呢，这个请大家拭目以待，然后有一天你们就可以看着荧幕，就可以闻到浓浓的香菜味。香菜修罗场，你等一下是要去厕所吗？不会，不会去厕所。你明天会来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加码第二杯，如果主厨错的比较多的话，哎、欸，什么啦？对答案了，我们要对答案了。袋子，不要。啊、滚！哎、欸，如果小时候你妈这样子，功课应该很好。是虐待吧？是虐童？这不是虐童啊！香菜很营养的。我就打一上。哎、欸，那一题是你，所以你喝一杯。好，我喝，那我两杯。好了，大家不要对我们这么坏，我们也想要赶快下班。那我两杯，你一杯哦。大家相信我，这个所长一杯就已经，他就已经长这样了，所以就来吧，所长。坏掉了，好恶啊！我还有一杯。我觉得我脸是变绿了。你要变好客了吗？好客之。我觉得你会吐吧？不会。哦，会啊，会吐啊！你不要拿塑胶袋靠近我，拿塑胶袋靠近我，我可能就真的要吐了。哦，真假的？空气中充满了香菜格的味道。好，我要回家刷牙了，所长，你呢？不要跟我吐哦！你不要跟我吐哦！天哪！好的哦，那我们要先跟大家说晚安了，谢谢大家。之后如果有要直播的话呢，就一样也会放个预告。好啦，跟大家说晚安喽，霍贵君晚安，皮蛋加红茶。
行。哇，皮蛋汽水，不要再闹了啦！就拜啦。好啦，要跟大家说再见喽。